香港灵异鬼片《鬼夜》将于8月30日在台上映。14日，片场为宣传洗礼出招，特别邀请台湾超模于爱妃以及香港正宗小人婆赵燕笑一同现身西门町，为电影造势，重现片中情节，在台北街头真实呈现了一番香港传统打小人仪式，看得现场民众目瞪口呆，有种通体舒畅的感觉。觉得很灵。其实我不知道到底灵不灵哎，看我之后有没有就是比较顺利就知道了。喜欢看鬼片。我以前大学的时候会跟同学约着一起看，可是后来就不太敢了。我会非常怕，人生就是怕死跟怕鬼。于爱妃一再强调怕鬼，原来是跟多年前一次撞鬼经历有关，现在说起来她仍心有余悸。因为那时候我是看到，然后可是因为时间有点晚，所以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东西。看到两个矮矮的东西抬了一个长长的东西，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然后回来之后就感觉，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晚上睡觉会做噩梦，就会惊醒，而且是每天。7月半就到了，小编觉得还是少听一些瘆人的事为好。